现在来介绍高斯函数。首先的话呢，先介绍高斯函数的符号。那同学看一下这个符号的话呢，很像中刮弧的话来说的话呢，它是斜的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平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是什么？这个定义是表示不大于 x 的最大整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不不能比 x 大。 但是的话呢，我要取它为整数。从这个表面上面来看的话呢，不容易了解。我们的话呢，就拿几个例题，同学就会比较容易知道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例题。好、哦，这个来看，我们看看第一个例题，五点四取高斯符号的话呢，它的数字是多少？五点四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最靠近它。 的整数又不能比它大的数字是多少呢？同学应该猜到了，它应该是五。再来看看四点九九呢？四点九九的话呢，它取了高斯函数的话呢，同学千万不要把它以为是四舍五入，它其实如果以正数而言的话呢，它叫做无条件的舍去小数点，所以这个答案的话应该是几呢？应该是。 四，再继续往下看，七呢？如果是七，我们我们来想想看，它答案到底是七还是六？七有没有比七大？七没有比七大，不大于七的最大整数那就是七了。所以的话呢，它如果它本身就是整数，那么我们就取了高斯函数就是照抄。再来看拍拍是一个无理数。 那它的话的的近似值大约是三点一四，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写的话呢，当然就是写三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负的情况，负的话来说的话呢，如果说是负八，负八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刚刚才提过，如果说它本身就是整数，我们就直接把答案写下去。那这个是多少呢？负八。现在再来看了。 负三点四，负三点四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来想想看，不能比它大，那么应该是多少呢？又取整数哦。那取整数的是负四。再看看这个，负的六点九九，负的六点多，那就是不能比它大的，要比它小的整数，最靠近它的是多少呢？负七。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了这几个符号的话呢，这几个例题，同学的话呢，应该就会比较认识什么叫做高斯函数了。对于函数的图形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想要了解它图形是怎么样的话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就来画画看高斯函数的图形是怎么画的。来，我们来看看 y，各位同学看，y 要是零，那么的话呢，各位同学要知道。 呃，x 的话呢，可能的值是多少？只要比一、e、小的，通通取了高斯函数之后都会变零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这么说了，它这是一个多对一的函数。x 的范围只要是比一、e、小，只要是大于等于零，各位同学看一看，零点几的话呢，都会取了高斯函数之后，它都会变成了零。那么依此类推，如果 y 是一，是什么情况呢？ 如果 y 是一的话呢，x 是一点多都会造成的是一。那么我们这边的 x 是怎么怎么写的？x 范围是小于，只要小于二。然后呢，它只要大于或等于一，它取了这个高斯函数之后都会变成一。再来这个的地方的话呢，只要是三。 大于等于二，那同学的话呢，是不是找到了它的规则了？那这边答案应该是写几呢？写二。那么各位同学看看这个图形，我们的话呢要把图形函数的图形画出来的话呢，是可以了解一个图形的状况跟趋势的。那么横轴我们的话呢习惯叫它 x 轴，纵轴叫做 y。 来，我们来看一看，x 是零到一之间，包含那个零的那一点，它的高度 y 指的是它的高度，y 的高度是零。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画呢？我们是在这边这个地方的话呢，x 是一的话呢，它是零到一。然后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要注意的一个小地方，小于一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呢？它是一个空心点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这么说了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画的是一个。 空心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有等于零的，我们的话呢，画一个实心的点。这一段的话呢，我们的图形在这上面。再看看这个，它的高度是一，高度是一，在一在这边。那么 x 的范围是一到二，包含一那一点，这边是二。那么一到二的话呢，那怎么画呢？是这样的。 那么这个地方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空心的点，左边是一个实心的点。那各位同学看看，x 如果是一到二之间包含一的那一点的话呢，它的高度是一。再过来看这个呢，如果是二到三，那各位同学依此类推可以画出这个图形了。左边这边是一个实心点，所以我们这边画的是一个实心的。那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空心的点。 我们的话呢，依此类推，这样子画出来，各位同学能不能够看得出来它的图形的趋势呢？它的图形的话呢，是一个像个爬楼梯一样的方式去表达的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又称这种函数图形高斯函数的图形叫做阶梯函数。高斯函数的话呢，在很多的升学考试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的话呢，经常会出现。 那有一个高斯函数的一个很重要的不等式，那我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下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你看不懂的话，我来做一个这样的说明。各位同学，请看，一个取高斯函数的一个 x 的话呢，它取过了以后，是不是它会一定会稍微小一点或了不起一样？于是的话呢，我们这么说，这个不等式的部分，我们会。 毫不犹豫地直接写出来。我如果取过了高斯函数，基本上来说它会比较小，或者是相等，所以它小于等于自己本身。但是的话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左边的那部分，那更重要了。更重要的是说，我取了一个高斯函数，它最多最多也是了不起。 它去删除了它的小数点部分，它不可能会删除太多，也不可能会删除一以上。于是的话呢，我可以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结论，它的话呢一定会比原来的数字减一要来的大。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不等式，在未来的一些不等式的证明之中，我们会经常出现。 那高斯函数的部分，我们就介绍到这边。